诗篇第五十二篇，一战勇猛的人啊，你是安怎用做歹来家己夸口？神的慈爱永远伫的，你的子邪恶诡诈，亲像来的剃头刀，伤害人。你爱歹，行过爱好，搁爱讲白贼，唔爱讲公义。鬼才子啊，你爱讲一切毁灭的话，神也要毁灭你，直到永远。伊要将你掠去，对你的薄病中救出来，对活人的地将你拔出来。六节，义的人要看起来惊吓，也要笑伊讲：看，这就是迄个无用心做伊亏待的人。只挖靠伊丰盛的财物，伫邪恶家己徛在。八节，论到我，就亲像神殿内青翠的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挖靠神的慈爱。我要感谢你，直到永远，因为你行这个事，我也要伫你圣的百姓面前仰望你的名。这个名本是好的。